不知閣下係咪父如天、父老如外呢？哦，呢位梗係文俊卿公子啦。不才正事，請坐。啊，的確無替才，一表人才。係咁嘅，老夫有一個孫女，叫做景玉卿。 玉卿佢自幼父母双亡，一向都跟住我，我就系佢嘅外公。你知啦，我虽然富甲一方，但系年纪老迈，我啊只得玉卿一个外孙女。我为咗想同佢揾一个金龟快婿，一来了却佢亡母嘅心愿，二来就可以为我打理田产嘅生意。 不过，令孙女嘅亲事同在下似乎冇咩关系喎。因为我个孙女生得如花似玉，仲文采风流，绝非一般平凡嘅女子，所以就系因为咁，一般平凡之事，佢绝对唔会睇得入眼。所以就喺前日，我外孙女同我讲，佢话福来客栈嚟咗一个。 相貌堂堂嘅贵介公子，叫我嚟同佢做媒噶。景小姐嘅美意，在下实在愧不敢当。难得景小姐去读垂青眼，不过在下在家中早已有妻室。你唔使呃我啦，你嘅家世我查得好清楚，文公子仲系孤家寡人，你嘅随从已经讲晒俾我听啦。 既然父老如我已经清楚在下身份，咁我亦唔怕如实相告。家父乃朝中参将，因为被同僚诬告贪污下狱，所以今次途经成都，目的就系想经为家父洗脱冤情。果然系一个孝子，难得你咁有孝心，果然系才貌相全。 而且内涵都唔错啊！在下怕误咗小姐嘅青春，都系等小姐佢另寻佳偶罢啦。唔得，玉卿啊，为咗寻求一个十全十美嘅夫婿，佢话过噶啦，宁愿家国终老，都唔会嫁一个平平凡凡之人嘅。佢可以等多一年半载噶。 唔使咁啦，既然你对孙女嘅印象都唔差，咁我哋一于定咗亲先，等你喺京师翻嚟之后再成亲都未迟噶。系咁嘅，在下年少丧母，有一乳娘对在下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不如咁啦，就等在下同乳娘商量一下先，再作打算啦。文公子，你唔好再推迟啦。 我希望你早啲答应我，好吧？一定一定。点算好呢？哎呀，小姐啊，你唔可以答应呢头亲事噶，点解你唔撇撇脱脱咁推咗佢啫？可以做嘅我都做咗啦。不过其实呢位景小姐又真系相当唔错嘅。 如果我文俊卿嘅男儿之身对于呢一段姻缘可以怀求之不得添，哎呀，小姐，可惜啊，子中卿同湛之兄又唔喺度。如果唔系，佢哋一定会帮我分忧解难啫。啊，小姐，有办法啦！你先答应呢头亲事，然之后就将呢位景小姐介绍俾子中卿。如果子中卿唔中意嘅。 咁到时先再打算都未迟啊！我都系咁嘅意思啊，小姐啊！如果到时咧佢发现你系女扮男装嘅，咁嗰位小姐都无可奈何噶啦，嗬？冇错啊！而且呢一个方法又可以应付住景小姐，而且仲可以帮子中卿揾到一位如花美眷，实在系两全其美啊！小姐，咁事不宜迟啦，你听朝咧就去答应呢头亲事啦。 呢块羊脂玉佩系在下家传之宝，如今就交于父老员外你，作为在下与令孙女嘅定亲信。好。
人是非凡之人，连件订婚信物都非凡过人的，真是天赐良缘，天赐良缘啊！在下今次离开成都之后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回来。凡父老员外你替在下转告一声，请小姐要多多保重。好好好，未来外孙婿啊，你都要保重啊！一办完事就即刻好翻嚟咯。父老员外，都系请回啦。系，文公子路上小心啊，早去早回吓。一定，告辞。我哋已经嚟到京城啦，不过人海茫茫，我哋又如何得知湛之兄同子庄兄嘅落脚之处呢？小姐，你放心啦，或者我到附近嘅茶楼打听一下，当地嘅人会知道佢家在何处呢？咁都好喎，咁辛苦你啦，龙叔。咁我去。小姐啊，咁多人嘅，唔知咩事呢？去啦，睇下。你終於都嚟咗啦！你都唔知道維興等你等到幾焦急。我一安排好家中國事，就已經即刻趕嚟噶啦。係咧，既然大家一場嚟到，不如就喺四下稍住數人。我哋怕會打攪杜公子啊。誒，凌家公子同我情同手足，無分彼此，大家就唔好咁客氣啦。咁好啊，我哋就唔客氣啦。阿斌，先帶兩位去雙房休息。知啦，小爺呢邊。唔該。我要同俊卿促膝谈心，一聚别离之情。好啊，系啦，点解唔见湛之卿嘅？俊士放咗榜之后，佢就匆匆忙忙咁翻咗绵竹，话有紧要嘢要做。我叫佢守住数日等我同行，佢都话等唔到。今次两位贤兄能够考取俊士，光耀门楣，为帝实在替你哋非常开心。我哋够今日嘅成绩，都系全靠文老爷嘅栽培啫。诶，你又嚟啦？是啦，贤弟今次嚟到京师，唔知谂到啲咩好办法救灵尊。家父已经写咗好多书函，去解释清楚佢所做嘅事情并冇欺君犯上，而且佢仲交低咗个名录俾我，佢要我按照名录上面嘅人名去揾可以帮到佢嘅昔日同僚。系啊，今次监考我哋嘅吏部尚书，原来就系我昔日嘅老师，佢对我同湛之兄既欣赏，亦都宠爱有加。我谂如果我同佢讲几句嘅话，应该可以有啲头绪。咁就拜托你啦，子中兄。咁听日我哋就分头办事，我就去拜访家父嘅昔日同僚，而你就去揾吏部尚书商量一下有冇好办法。如果吏部尚书可以喺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嘅话，咁令尊释放之期就为期不远啦。承卿贵言。Yeah.
俊卿贤弟，我哋好耐冇同台对饮，嚟，今日一定要尽兴。冇错，可惜湛姐佢唔喺度。如果唔系，我哋三兄弟一定可以干上百杯。系咧，今日去探访令尊翁嘅故友，唔知有咩好消息啊？有人话登天难，求人更难，原来一啲都冇讲错。就好似我四川都尉张学谦，当年喺佢落难之时，曾经受过阿爹救命之恩。今日我去拜访佢，希望佢会为阿爹做上一啲嘢。点知道呢个人一啲都唔念旧，反而仲要奚落我一番。世道人心，每多变幻。不过，总系会有好人同埋坏人嘅。冇错，你讲得一啲都冇错。就好似个马家巡抚，佢一知道我阿爹佢身陷囹圄，佢就显得非常激愤，仲话一定要帮我阿爹我。贤弟，你饮得太多啦。世事变幻无常。真是变幻无常，试问，试问文俊卿，你点会谂到？你点会谂到今日会变成咁？俊卿贤弟，冇人知，根本冇人知，就连你亦都唔会知道我原来嘅身份。贤弟，你醉啦，你唔好再饮啦吓。冇啊。我冇罪啊！既然一醉能解千愁嘅话，点解我哋唔饮过饱，饮个痛快啫？贤弟，你真系醉啦，你唔好再饮啦！冇，你放手啦！会醉成咁嘅，好搞啊！估唔到俊卿平时百步穿杨嘅武功，对脚竟然咁细。都话冇搞啊！你醒啦，昨日贤弟酒醉之时，面泛红霞，声音亦都变得沥沥更声，所以为兄一时心动，想娶贤弟为妻。莫非我昨晚酒醉之后做咗啲咩失礼嘅事？非也非也，
贤弟醉态动人，并无失礼啊。咁你呢？你有冇做过啲乜嘢？冇啊冇啊，维兄咩都冇做过。昨晚维兄陪你饮酒，点知酒过三巡，贤弟就醉醺醺咁，于是我就扶你入厢房休息啦。咁跟住呢？跟住又如何？跟住维兄搬住一番好意，为贤弟除鞋，本想为你宽衣，等你瞓得舒服啲。但系咩啊？但系发现咗你系女儿之身，维兄并无越轨，所以我匆匆离开咗。件事就系咁啦。估唔到我嘅秘密始终都俾你发现咗。俊卿贤弟，唔系俊卿贤妹。记得当初我讲过，如果你是红品佳人，我一定要娶你为妻；又或者如果我是女流之身，我一定委身下嫁。估唔到一番戏言竟然可以成为事实。可惜已经太迟了，我早就已经同湛之兄他定下冤盟。几时？点解我唔知嘅？当日喺我家庭院楼堂，我向你同湛之兄嘅书斋发出一致，并且同时向苍天默祷，喺你哋两个之中，边一个最先拾得此箭，我就下嫁于谁。恨个之刻住，此不虚发，发必应然嘅箭。你点知噶？系我执到先噶。当初维兄执到此箭，跟住湛之兄入嚟，话俾我听我有家书，然之后我就将支箭交俾湛之兄，跟住我出咗去啦。真系估唔到，点解湛之兄冇同我讲嘅？因为当时我不便揭穿自己嘅身份，所以就向湛之兄佢讹称支箭系属于我家姐嘅。而且答应帮佢同我家姐维护添。支箭明明系我执到先嘅，呢一段天赐嘅良缘本嚟就系我嘅，唔得，我一定要同湛之兄理论。咁急赶翻去绵竹，一定系要向我阿爹提亲啫。原来佢最近行迹诡秘，系为咗呢件事。希望阿爹唔会答应呢一头亲事啦。贤妹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娶你为妻。就算你爹答应咗佢，我都一定要力争到底啊！咁等我办妥呢度嘅事之后，我哋即刻赶翻去绵竹，同湛之兄佢彻底解决呢一件事。好。啊，客官，有咩可以效劳啊？麻烦你，我要一间客房，另外帮我预备一啲小菜。好啊，小店楼上有雅座，小菜都唔错噶，请上去慢慢品尝啦。咁好，我先上去用膳，然后至入房休息。好，我叫小姨为你准备客房，请请。劳烦晒。请。借问声，
姑娘，在下想借问。就是他啦，就是这个东土浪子，坐在这里不断偷窥我。喂，你想怎样？姑娘你误会了，在下只是想知道昨日姑娘手上的那块羊脂玉佩是从何而来的。块羊脂玉佩在哪里得来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哦，你当然知道块玉佩名贵，想打主意啊？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小妹啊，不要跟她说那么多，她分明在这里撒赖。不是啊，姑娘，块羊脂玉佩从何而来，我只是想问过明白的。小妹啊，我们不要跟这群人在纠缠啊，我们走。哦，姑娘。外公。啊，什么事？外公啊，我们不要在这里喝茶了。为什么？这个登徒浪子啊，他借点意想来挑逗我家小姐啊。不是啊，在下只是想知道块羊脂玉佩为什么会在这位姑娘身上。哦，块羊脂玉佩呢，就是我小孙女的定情信物来的。未知是何家公子的信物？哦，是姓文的公子。借问这位文公子现在身在何处？哦，因为他又要事要上京办理，他回来之后就会跟我小孙女成亲。此巧合，是的，请恕老夫失仪，这位公子贵姓啊？在下姓魏，名湛之，阁下是？哦，老夫是傅如天。是的，魏公子，为什么你对孙女的块玉佩这么有兴趣呢？没，在下有一位朋友也刚巧有一块玉佩，也是送了给人作为定情信物，所以在下一时心生好奇，想查过究竟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吧。姑娘，在下刚才冒犯，请姑娘见谅。不知者不罪，大家都一场误会啫。在下刚才听见你们相约在此禀命，不便打扰，在下先行告辞。哦，相请不如偶遇，不如坐低饮杯茶先啦。不必客气，在下还有紧要事要讲返绵竹，日后有机会再拜访傅员外你。哦，咁样咁样，好，随便随便，请。姑娘请。小姐啊，你唔好咁烦闷啦，杜公子啊都出咗去同我哋打探消息咯。阿爹叫我揾嘅人，我都揾过，但系就一啲消息都冇啊。始终佢去揾，结果咪又系一样。咁又唔系啦，小姐，杜公子啊话晒都系金科嘅进士，所谓官官相卫，啲人啊点都会俾翻几分薄面噶嘛，你话系咪啊？参见未来娘子。人哋嘅心已经烦死啦，你仲喺度开玩笑。啊，岂敢岂敢！二妹啊，我有个好消息话俾你听。有咩好消息啊？上次咪同你讲过，今届进士嘅监考官系我老师嘅。嗯。原来佢同刑部侍郎系深交，佢已经将你爹嘅事一五一十咁讲咗俾刑部侍郎知，佢一口应承帮忙。真噶？刑部侍郎不想跟兵备道硬碰，所以先将他调咗去广西，再吩咐绵竹巡抚放咗你爹等候调查。咁就好啦，哎，真系好啦，小姐，我哋今次嚟京师总算冇白费啦。子忠，今次好在有你帮忙咋，如果唔系，我哋真系唔知点算啦。到咗今时今日，你仲同我咁客气嘅？小姐，我哋快啲翻去见老爷咯。好。等我都告假，同你哋一齐翻去，顺便参见未来岳长大人。边个应承话嫁俾你？文老爷，你系在下魏湛之，系令郎文俊卿嘅结拜兄弟。
哦，你就是俊卿时时提起那位湛之啊？诶，阿俊卿话上京找你同埋阿杜子忠噶，咁你第二大家冇遇到咩？冇啊，在下因为有紧要事要嚟拜见文老爷你，所以喺放榜之后就立即赶翻嚟绵竹。有紧要事？系咁嘅，俊卿曾经为令外同在下定下婚约，所以在下今次专程前来向文老爷你提亲。哦，可能俊卿从未向文老爷你提及过。但俊卿讲过，佢同另外子弟情深，佢同意嘅，另外都唔会反对喎。系咩？系啊，俊卿仲将另外匪魔嘅箭送俾在下作为定情信物添。匪魔？在下明白嘅，其实唔应该喺呢个时候向文老爷你提出呢件事。但在下答应过俊卿，喺俊士放榜之后，就会立即赶翻嚟提亲，为咗显示在下嘅诚意，唯有冒昧前来拜访。我明白，我明白嘅。既然系俊卿应承咗你啦，咁就等阿俊卿翻嚟，佢揸主意咯。俊卿二妹，嗯，唉，唔好行咁快啦，维兄追你唔到啊。唔知点解谂起阿姐就快释放出嚟咧，我啊脚步自然特别轻盈，而且行得特别快噶。咁點解你有啲大路唔行，行埋曬啲咁難行嘅山間小路嘅？維兄真係追你唔到你。我咪早就同你講過咯，我唔想進入成都，所以唯有兜小路行。我怕一旦進入成都，再次遇到嗰位景小姐啊，咁就麻煩啦。哈！你講到嗰位景家小姐咁好，你係咪驚維兄見到佢之後見異思遷呢？當日唔知係邊個話非我不娶嘅咧？二妹，二妹。哎，又要经过此处，留下马路前。你两个山贼，一个男子乡民强抢金银财宝，实在有违朝廷嘅勒令。唔使讲咁多，既然放低银两嘅话，休想离开呢度。我文俊卿系唔会咁容易俾你哋得逞嘅。大哥，走啊，走！小姐你冇事啊嘛，冇事。贤妹，好彩得你喺度，如果唔系我哋实冇命。有我喺你身边，他日你为官都唔使惊遇劫。不过，冇错啊，景小姐的确才貌相传，可惜佢唔识武功，保护你唔到啊。贤妹，头先维兄乱讲说话，请贤妹原谅啊。我哋小姐海量汪涵。怎会为小小事介怀呢？杜公子啊，你都是等着做我家姑爷啦。哎，二妹。哎，这个不是阿爹的茶杯来的吗？难道阿爹回来了？老爷。阿爹。老爷。阿爹。老爷。乖女。老爷。你亦都喺京师翻嚟。阿爹，点解你会咁快出到嚟嘅？都系多得你位好同窗、好兄弟杜子忠啦。佢走入恳求金科进士监考官去请刑部侍郎讨个公道。好在呢位刑部侍郎系一位明白事理嘅好官，佢立即去吩咐府院先放人后审讯，所以我咁早就出咗嚟。你女儿仲谂住亲自接你添。咦？嗰位杜子忠冇同埋你哋一齐嚟？爹啊，佢话要先行回乡探望父母，之后就会嚟拜下阿爹你噶啦。哦，今次我除咗要酬谢佢之外，仲要设宴款待佢，多谢佢今次嘅帮老爷啊，小姐啊，一早已经同你多谢咗佢啦，而且嗰位杜公子啊，仲收咗小姐份大礼添啊。雨娘啊，你入嚟啦。我真系俾你哋搞得糊里糊涂。一時又咩答謝咗，又送咗咩大禮話？係啦，俊卿，嗰位魏湛之早兩日嚟獄中探過我，佢話咩你應承咗你嘅家姐同佢一齊成親，又叫我答應將個女嫁俾佢。
我明明得你一个女啫，你何来有个家姐啊？阿爹啊，李湛芝嘅婚事，我会帮佢安排好噶啦，你唔使担心啦。睇下你，人家嘅婚事你都去理嘅，你又唔谂下你自己？阿爹啊，呢啲事你就由得女儿自己做主啦。总之咧，你暂且休息一下，迟啲女儿就将一切事情话俾你听啦。真系女大不中留，估唔到我个女连自己嘅婚事都要自己揸主意嘅。多谢两位贤兄今次嘅鼎力相助，令到家父能够早日离开狱中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其实今次唔关我事嘅，全靠子忠够办法揾到刑部侍郎嚟解决呢件事啫。贤兄，其实你都有份去揾监考大人噶，只不过贤兄有啲神秘嘢要做，所以功劳唔系归小弟一人所有啦。只要能够救到文老爷嘅，边个嘅功劳都系一样啫。比起救文老爷，贤兄仲有啲更加紧要嘅嘢要你思量噃。子忠。在你的说话当中似乎另有玄机。关关追扣在河之洲，苗条淑女君子好逑。始终莫非你已知道此事？贤兄，你连求亲咁大件事都不讲给贤弟知，枉我们同窗数年，似乎有点不近人情。为兄之错，请两位贤弟恕罪。系啦，俊兄贤弟，我已将婚约之事告知高堂父母，爹娘知道我快将娶得一位贤妻，亦老怀大慰。湛之兄，你又何须咁心急呢？总之，为帝保证，喺今秋你一定可以娶得一位如花美眷。咁就太好啦！是啦，贤弟，未知我送给令子的羊脂玉佩可有好好保存？羊脂玉佩这一块稀世奇珍，为帝已经用作我自己的定亲信物了。哦，俊兄贤弟亦已有心上人，但是何解你用我送给你的？湛之兄，难道湛之兄你渴望洞房花烛，为帝的就不是一样的？但是你不应该。贤兄，不应该的事世上何其多。贤兄，你何尝不是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呢？始终你又来了。总之所有的事，只要两位贤兄今天同我再一次去成都府，那就会水落石出的了。成都府？公子啊，我个好孙婿啊，开门啦！系，孙女原来，系好孙婿，你果然咁快脆就翻嚟啦，真系好啦！系咧，凌孙嘅事办成点啊？多谢父老员外你嘅关心，家父已经可以返回家中。哦，咁就好咯，我个孙女就可以嫁得出啦。系咧，你谂住几时迎娶佢过门呢？父老员外，你又何须咁心急呢？总之，在下保证，令孙女一定可以在今年之内出嫁，而且仲一定会嫁得一位如意郎君添。唉，好孙婿啊！你讲啲嘢，我冚唪唥都唔明白嘅。我个孙女啊，系嫁嘅，系嫁你啊！嗱，仲有啊，你送俾佢块羊脂玉佩，嗰位倪公子，佢话佢个朋友又有一块啊。咁究竟呢块羊脂玉佩系咪来历不明噶？当然唔系啦。总之，一切嘅事情好快就可以解决。父老原来，明日楼头雅座，在下一定会俾一个惊喜你。子忠，你觉唔觉得最近俊兄好似有好多秘密咁？秘密就是人都有的啦，唔通贤兄你冇咩？
俊卿，当初我同你喺书斋里面修读嘅时候，我曾经喺后花园拾得一箭，你记得吗？记得，记得。箭里面除咗刻住此不虚发，发必应然之外，仲有冇其他嘢咧？其他，即系譬如人名咁咧？哦，有。咁唔知是何人姓名咧？好似叫匪娥啩。咁唔知此匪娥是男是女咧？既然叫娥，自然就系女子啦。咁唔知此女子又系何家人士啊？咪就系俊卿个姐姐咯。就系因为咁，所以你就捷足先登，冒充系第一个执到箭嘅人。始终，坦白讲，我最初全无隐瞒之意，亦唔知道俊卿个姐姐曾经许誓嫁俾最先执到箭嘅人。等到一切安排好，维兄先知道真相，为免节外生枝，只有一直隐瞒你。始终，我一直为咗呢件事而深深内疚。老实讲啊，元兄，当我知道箭里边有玄机嘅时候，我真系几嬲你嘅，但系后来想到姻缘由天定，如果啲姻缘系我嘅姻缘嘅话，我就唔会随手咁俾咗你啦。得贤弟你明白，我就安心。不过姻缘由天定，半点不由人，系你嘅都系你嘅，唔系你嘅，就算嚟到你嘅身边，都会走咗去噶。哦，贤弟，你又语带咩玄机啊？瞓吧啦，明日天色发白嘅时候，呢件事就自有分晓噶啦。嗰个俊卿贤婿究竟咩嘢葫芦卖咩嘢药啊？到而家都未见人。唔该，佢好快就会嚟到噶啦，到时佢一定会带个惊喜俾你噶。景小姐上嚟啦，做咩？你上嚟先啦。外公啊，咩事？呢位姑娘一早嚟到景家园，为要同我安排亲事啊！呢位小姐系小女子姓文，绵竹人士。哦，呢位姑娘莫非就系文家大小姐？正是。你真系俊卿贤弟嘅好姐姐。文家只有一女，既叫匪娥，亦叫俊卿。在下俾文小姐你搞到我一塌糊涂。唔止你糊涂，我就更加糊涂。咧，同我外孙女定亲嗰个，亦系叫文俊卿啊。原来在下同文俊卿亦都定有盟约噶。啊，咁点搞啊？呢头婚事咪搞到乱晒咯。父老原矮，当日我为咗上京救父，女扮男装，路经此地。承蒙景小姐错爱，硬要同在下鞋奉陪。景小姐佢才貌相全，如果我系男儿之身嘅话，对于呢一头亲事必定求之不得。只可惜，实在抱歉。你呃我，在下并无欺骗小姐之心，只不过当时想起湛之兄佢心冇笑眼，既然如此。倒不如将错就错，为佢再一媒人，为你哋两位牵上红线，所以当时我先至会答应呢一头亲事嘅啫。你当我系咩啊？随便揾个人就想我嫁佢？冇错啦，我同俊卿有婚约，自然就娶俊卿，如何要我娶其他女子？湛之兄，当初十箭之事，你心中有数啦。我同俊卿已经喺京城定落咗盟约。匪娥即系俊卿，俊卿亦都即系匪娥啫。湛之兄，其实呢位景小姐佢才貌俱全，绝非系我胡乱道赞嘅。如果你真系唔信嘅，咦，就不如睇下啦。景小姐嘅才貌其实绝对衬得起你有余嘅。
贤弟你点话就点好啦。外公啊，外公啊，我唔嫁噶，我唔嫁，随便要我，可唔可以俾一个人？景小姐，你此言差矣。我哋呢一位赞之兄，佢唔单止相貌堂堂，论潇洒，佩玉小姐你匹配非常；论才学，佢系金科进士，绝非等闲之辈嚟噶。进士，外孙女啊，睇落都唔错啊，才貌双全噶噃。冇错啦。而且小姐，你身上的羊脂玉佩本来就是赞之兄的家传之宝，既然而家你都收咗落，咁就千祈唔好推却呢一段天赐良缘啦。俊兄二妹，你为他人作媒做得妥妥帖帖，咁你几时先为自己安排一下？边有女儿家为自己婚事张罗啫？咁就系啦，乖女嘅美满良缘都好应该由阿爹作主嘅。爹啊，系啦，阿爹啊，点解你会喺度嘅？哦，阿爹如今冤情大白，准备上京向皇上谢恩之外，仲想向刑部侍郎多谢佢救命之恩啊嘛。咁啊真啊好啦，文大人，不如两对新人同日拜堂更加开心啦。好主意，好主意啊。